继续微信的排位，这把我来打赵云打野啊，对面孙悟空打野。我们这个阵容吧，怎么说呢，怪怪的，怎么感觉跟我刚才，怎么跟刚才那个铁虎打的一样？那铁虎是我们这边阵容，好像输了。这家伙的加勒比小姐哪来的？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！赵云枪枪战。乔姐，请求集合。这家伙是多么爱大乔呀、啊！名字都叫乔姐，来，小姐姐，我让你闯。马上到，请求集合。要知道我是有惩戒的，就你们这样子，没惩戒也敢冲过来闯，简直开玩笑。你老子去还你们的红！阁下的首级，收下！快快快！戳完就跑。哦，悲剧了，找到不该打这个野怪啊，贪心不足啊。太贪心了。我拖着他们俩路还不走。不要来呀，这么好帮我打。我操，一上就卡了。我又一点卡，大乔好危险，我来救他，乔姐有难。强拆，还算呢。Destroy.
两个辅助在这里把人家撸的。大家好，然后捉不到他呀，大招亏了。这大侠操作的好厉害，可惜我操作不行。小心算准头也把我推开了距离。枪尖在燃烧。这乔姐应该是个妹子，要不然怎么会起这乔姐的名称？强姐厉害啊，强推了人家两个塔。等着大乔开大招吧，我在这上面撸他们。瞬间满血又飞回来，开始撤退，这么霸气，发起进攻，这乔姐好棒棒。哎呦，这么说没有船啊，没有给我们两个船回来。快撤快撤，没有伤害了现在。刚才一下没把我传回去，要把我传回去我就不至于这么亏了。我坑了。哎，猴哥怎么死的？被塔打死的。但主要是他们回去的太早了，我们没看到他回去了。好了，这时候要是大小寨就好了。不过我死也值了，主宰抢了。
心怀不羁，翻能翱翔天际。我的打野刚刚没升满，光顾着进攻，开始撤退。看他有没有大招，你直接招大，我就过来。哎呦我操，这个上面把我传回去，很糟糕哎。戳死他。哎，我们家虞姬怎么死的呀？你不是把他铲了一下吗？怎么还会死啊？你搞不懂。集合，进攻暴君。枪尖在燃烧。集合，进攻暴君。你连猴子下来怎么办？老是这个大招不铲不够，铲不到。嘿，传回来了，这下好了，瞬间满血。这下惨透了。你要把我传走呀！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。铲了几次没有铲到。开始撤退。猥琐发育。另外他也不早点跑。还在等机会啊。继续微信的排位，这把我来打赵云打野啊，对面孙悟空打野。我们这个阵容吧，怎么说呢，怪怪的，怎么感觉跟我刚才怎么跟刚才那个铁虎打的一样。那铁虎是我们这边阵容好像输了，这家伙的加勒比小姐哪来的？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！赵云枪参赛。乔姐，请求集合。这家伙是多么爱大乔呀，名字都叫乔姐。来，
要比流量你快。要知道我是有惩戒的，就你们这样子没惩戒也敢冲过来晃，简直开玩笑。你老子去还你们的红。阁下的首级。继续微信的排位，这边我来打赵云打野啊。这边孙悟空打野。我们这个阵容吧，怎么说呢？怪怪的，怎么感觉跟我刚才，怎么跟刚才那个体验服打的一样？那体验服是我们这边阵容，好像输了。